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。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，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。你知道了，我没有女朋友。知道了。不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你就不想问一问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 也许是钱太多，想找我帮忙，还是说最近太无聊了，想拿我寻开心。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不过顾医生，你的聪明才智用在这样的小手段上，确实浪费了。有时间做这样的图测，不如多做两床手术。 我对自己的患者负责，也叫做耍手段。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，苏维安，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，用不着你提醒。苏维安，不要再逞强了。你明明记得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，你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可以潇洒地面对人生。 你既然已经选择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我，为什么情况有所好转了，就要把我推开呢？对不起啊，顾医生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心甘情愿被你麻烦。 苏维安，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。你有很多时间，慢慢想清楚。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，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。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，基因缺陷。 一直这样推开我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，我先离开你了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？在漫漫长夜僵直的火焰无人为星辰，拍穿针织接近一寸燃烧成整个火。 一次次确认，反而伤伤痕，要怎么证明他的认真？在等雨天，等下个季节，初春温暖的风渐渐蔓延，星星会有几？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，我先离开你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？维安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倾尽全力，只要你肯向我走一步。
剩下不管是99步还是999步，我都会跑向你，治愈你。